就喺呢阵，轰然一声，砰！第一道雷劫打落，我笼罩住全身嘅道力保护层，喺呢道天雷嘅轰击之下，瞬间破碎。而更加恐怖嘅系，嗰把削铁如泥嘅白骨剑，一下子被劈成碎片，散落一地。强大嘅电能使我成个人都弹飞出去，一撞到墙壁之上，呕出成啖鲜血。跟住我成身啲骨啊，痛到似条条都断晒一样，达到咗人类能够承受痛苦嘅最终极限。哎呀，好在大师姐讲得啱咋，如果唔系我而家到达得真龙境，可能连第一下天雷都挨唔住。四围嗰啲木头人瞬间就变成灰粉，嗰十九面铜镜亦都齐齐爆裂，其余准备好嘅法器呢，都系坏嘅坏，就散嘅散。哎呀，呢、这个九雷天劫嘅杀伤力实在系太过惊人啊！喺屋外边守护嘅古甲道同董凤莲见到成个花园几乎被天雷夷为平地，都系惊叫一声。我忍住痛，对佢哋摆摆手，然后一跃而起，又是快速咁样冲翻入阵法之中，将地上边嘅黑龙姐揸实喺手。而围观嘅董少少呢，打到花容失色，同黑风离避到更加远嘅位置，好担忧咁话：乜呢个就系最为恐怖嘅九雷天劫啊！孟少爷，你点顶得顺噃？如果只系水火二劫，都至少仲有翻条命啊！但而家，唉，实在太可惜啦。黑风嚟话：师傅，你又何必担忧呢？如果孟安死于天劫，咁老主人就唔需要担心落到佢身上边嘅诅咒啦。咁我哋只要知知由咁样睇戏咪得咯。董少少话拧转个头喝佢话：风王，枉你跟咗我咁多年，乜你做人嘅格局仲系咁细都有嘅？唔怪之得啊，你一直都提升唔到境界啦。你话晒哎呀都系十三太保，但系呢十年八年呢，佢系始终都徘徊喺登天境。唉，我都唔知点讲你好啦。黑风嚟嘅连忙吓到后退一步。咁师傅会唔会为咗孟安而浪费天湖之美呢？董少少嘅面色变得非常难睇，但并冇出声。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孟安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410章黑骷髅。这个时候，由于第一道天雷实在太过惊人，四位师姐都睇到目瞪口呆。方晚晴即时大叫一声发号施令，好快五个人就将右手手掌分别按在各自面前的铜镜上边，铜镜下面呢就有一条红线连到去阵中央嘅。透过呢一条红线，我感到有五种至纯嘅五行之力金木水火土传到嚟我嘅四围，通过气息流转，好快形成咗个保护圈。我操控住呢啲五行之力，又将黑龙姐高高举起，直视苍穹。苍穹之上，四条白色闪电交织埋一齐，天空忽明忽暗之间，第二道天雷又劈落嚟啦。砰！黑龙姐都被逼发出低鸣声啊！我右手虎口震裂，手一松，黑龙姐就跌落喺地。我单膝跪低，虽然冇好似啱先咁样呕血，不过五脏六腑早就震到翻江倒海。同时五位师姐面色都变得好差，唉，佢哋是用自己的生命之力来帮我挡住天雷，又怎会不难受啊？而就在这时，更加强悍的第三道天雷一啲都没停歇，直接冲了下来。我在地下一碌，执翻起把黑龙遮，再次顶住第三道天雷。但今次
我连单膝跪地都做唔到啦，直接仰面朝天瞓到喺地上边。五位师姐都同时受到震动，喺嘴角渗出一鲜血。第三道雷劫之后，天空嗰啲云层先暂时停落嚟，冇再翻滚。我总算有机会唞翻轮大气，连忙回直身位，同五位师姐维持好阵局。就喺我哋啱啱完成呢一切嘅时候，个天闪过一道雷光，第四道天雷劈落嚟啦！忽然之间，一把漆黑嘅铜剑又急又快咁样飞过嚟，将嗰一道劈紧落嚟嘅天雷一斩为二，大大咁样削弱咗天雷嘅威力。其中一半天雷落到喺我身上，而另外一半呢就落到咗呢一个放飞剑嘅人身上。我借住闪亮嗰瞬间发出嚟嘅高光，望到咗呢个人嘅模样，佢竟然系个黑色骷髅人。啊！我当堂打个凳，一瞬间唔通系阿爹嚟帮我？不过我阿爹孟青山系白色骷髅人，而呢个呢就系黑色，两者并唔相同。呢个时候，黑骷髅挨咗半道天雷，但系并冇因此倒地散架，反而系仰天长啸。天道沧桑，点解要为难一个小朋友呢？佢能够开口讲嘢嘅噃，咁更加证明佢唔系我阿爹啦。我连忙大声嗌：请问系边位高人相助孟安啊？嗰个黑骷髅身形灰雾，身上边啊冒住浓烟，应我话：我只系一个过路人啫。以前曾经受过孟家嘅恩惠，孟小公子唔需要知道系边个啦。但系我嘅力量只能够帮你再顶一度啦。眼见天雷翻滚，嗰个黑骷髅一股滔天怒火直冲上云霄，对住个天啊系咁闹：喂，你好啦噃，你个小朋友系人，又唔系妖孽怪物，你呢个贼老天到底是受到何人控制，要咁样赶尽杀绝啊？佢啱啱讲完，砰咁一声，苍穹之上一道天雷打到落呢个骷髅人身上，跟住佢全身都冒出火光，瞬间啊烧咗起身。黑色骷髅人啊开始发足狂奔，直接抛到玄武湖边，请冲一声跳入湖中，切咁啲火势当堂熄晒。呢、这个黑骷髅人听起身似系受过我孟家嘅大恩，喺呢个时候出现系帮我挡住道半天雷。睇嚟爷爷话过早就做好咗十全准备，就并非虚言。我而家目前所行嘅每一步都喺佢老人家嘅安排之中，麻衣神手果然系名不虚传。然而说时迟那时快，第六道天雷劈落，我将黑龙遮打开，夹硬咁顶住，同时笼罩喺我身上边嘅五行之力亦都力尽而散，黑龙遮嘅遮面更加系发生咗变形。呢阵五凤飞龙局仲喺度苦苦支撑，五位师姐嘅生命力啊，竟已达到咗透支嘅地步啦。五位师姐，你哋唔好夹硬嚟啊！方晚晴身上边嘅灵气最为充沛，受到嘅影响最少，凄然一笑：师弟唔紧要噶，我哋喺外围啫，而且按照师傅嘅设置系有保护措施，唔会有性命危险噶。喺远方嘅董少少亦都大嗌一声话：孟安，顶住啊！净系得翻最后一轮天雷噶咋？如果你实在顶唔住嘅说话，记得大声嗌我啵，我会俾三条，唔系俾六条尾巴你。黑风嚟啊，好急咁话：哎呀，师傅，你咁样做边值得啫？我用好感激嘅眼神望咗眼董少少，然后再度凝神聚气，准备抵挡最后一波天雷。到咗呢一步，成功经已喺我哋面前啦，无论如何我都要坚持落去。虽然白骨剑同黑龙遮都报废咗，然而每一波天雷嘅威力都喺度递增，
而最后呢一轮只怕系更加恐怖。呢阵我盘腿而坐，运转气息，将身体能够调用嘅力量都全部激发出嚟，又喺头顶聚齐咗七把天罡降魔剑。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411章茅山四侠。这个时候我意识到经已不能够再被动挨打了，于是聚拢出七把天罡降魔剑，我要主动出击，用降魔剑来减弱天雷的威力。这阵的我虽然是身受重伤，但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斗志和勇气。天上高的云不停地在翻滚，一道天雷以撕裂苍穹之势，有如恶龙游动咁直接打落嚟。我大喝一声，七把降魔剑迎住天雷一飞冲天。在两股力量触碰的一瞬间，我几乎连爆炸的巨响都听不到啊，只是感到眼前时空破裂，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嘣！我整个人被震飞，在五凤飞龙阵中心的地面亦都有如蜘蛛网一样咁裂开。我瞓到喺地下，觉得成个身竟已唔属于自己啦咁。眼耳口鼻同时流出鲜血，好耐都冇办法出到声。呢阵张佩锦右手抬起，一咬咬穿手指，带血嘅手指落到喺铜镜之上，继续输出自己嘅生命力。然后望住个天，好悲愤咁话：贼老天，我师弟系入咗真龙境嘅天才少年，我张佩锦绝对唔允许任何人伤害佢，佢唔能够重蹈我爹嘅命运。龙骄阳将墙边一抖，同样都系以鲜血激发起自己身上边嘅潜力，身上边嗰种火属性啊，瞬间散发出嚟。冇错。我师弟唔系横行天下嘅妖魔，我阿爹更加唔应该喺半路遭遇横祸而死。贼老天，你咁样偏心狠毒，我怀疑你受人绑架啦。而五师姐无灵儿就将各种强大嘅蛊虫全部放晒出嚟，环绕住我周身，亦都嗌话：冇错，我阿爹无喜系呢个世界上真正嘅天才，冇可能无缘无故坠崖而死嘅。若然今日我师弟死喺呢度，咁就只能证明呢个背后系收埋住天大嘅阴谋同邪恶。呢阵就连平时冇点出声嘅四师姐谢玉游，亦都义愤填膺咁样控诉住天道嘅不公。冇错，我爹亦都唔应该英年早逝噶。从佢哋嘅叫喊声当中，我先明白过嚟。爷爷为我选择呢五位师姐，除咗五行命格八字系同我互补之外，仲有一个至为重要嘅因素，就系佢哋阿爹全部都系能够登上昆仑榜嘅天才人物。我家下先发觉，原来爷爷咁样安排嘅背后，可能就包含住向昆仑神山、向天道挑战嘅意思。之前我透过巨龟知道咗昆仑神山似乎系用各种嘅手段嚟扼杀我哋人类嘅天才。照咁睇落，我唔容于天道呢、这个背后话唔埋系昆仑神山喺度操纵㗎。喺我諗清楚呢一点之后，我先至明白爷爷嘅苦心。佢系想我哋年青一代一定要搞清楚玄门天才凋谢嘅谜。如果真系昆仑神山喺背后搞鬼，咁就要聚集人类嘅力量去彻底推翻佢。呢、这个时候，方晚晴亦都用自己嘅血嚟激发出生命力，五行之力，各守本阵，起！我一抹抹走面上边嗰啲鲜血，再次挣扎起身，强忍住剧痛跑翻入阵眼当中，五行之力就再次流淌到我身上。砰一声，
又是一道天雷在空中翻滚，而在翻滚的云层之中出现了一只赤红色的眼睛。这一只眼是要来取我性命的。而在这阵从东南方位传来了一阵剑啸之声，四把其貌不扬的铁剑直飞过来，在我头顶组成了一个四象剑阵。四把剑星星生生地在空中飞动，只是听啲剑鸣声都知道威力惊人了。而随后在冇几远的地方出现了四个道士的身影，我都仲未搞清楚是咩一回事啫，就听到古甲道好激动咁话：好嘢，是茅山派的春夏秋冬四合礼啦！我一听，哎呀，原来是南麻衣北老九十三太保无敌手，碧黑道隐黑风离，苗洞双毛张小哥，茅山四合盲老汉当中的茅山四合。呢阵当先一名道人大声嗌住话：老天爷，你未免管得太阔了啩！我茅下合道想问一问你，在你的背后是不是被昆仑神山操控住啦？他这一声嗌完，天雷劈出，顺住我头顶的四象剑阵一分为四，向住茅山四合分别打过去。茅山四合身上闪出火花，即时被弹飞出去，身上边的护体罡气都变弱了好多，然后四把铁剑齐齐折断，倾倾框框咁样碎片散落一地。而在呢个瞬间，最后两道天雷都如影而至，但我心中可谓是豪气冲天，一股壮志凌魂，令到我完全忘记了身体正在遭受紧剧烈的疼痛。修行到真龙境所展现出来的造化之力在一时之间展露无遗，砰砰！我整个人又扎扎实实地硬食了两道天雷，全身的筋骨都讲不出来那么痛，噼啪一声再次跌到在地上高。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的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412章九道之外。骤然之间，个天落起咗倾盆大雨，瞬间冲散咗我面上流出嚟嘅鲜血。我望实个天，嗰隻苍穹之眼同样喺度望实我。云层之上，呢隻暗红色嘅苍穹之眼冷淡而又空虚，无情而又绝望。风仲未停低落嚟，啲云都仲喺度不停翻涌。再一次，又有一道天雷劈咗落嚟啦！我瞓喺地下，勉强咁聚集力量，将右手抬起当成长剑，指住嗰隻高高在上嘅眼睛，砰！呢下我身上边仅余嘅纯阳道力，几乎喺呢一瞬间全部崩溃晒。跟住从玄武湖之中卷起一层层涟漪，一道水浪翻滚，形成咗一把超强嘅水剑，向住天空中嘅云层直插上去。纯白色嘅水剑唰咁一声划破苍穹，只可惜并冇吉中嗰一隻苍穹之眼。呢个时候风卷残云，但係雷剑却係丝毫冇停低嘅打算。呢阵我已经奄奄一息，全身都喺度流血，如果再嚟一道，经已又冇办法再坚持落去㗎啦。点知道怕乜嘢真係嚟乜嘢，三道闪电喺空中交织聚埋一齐，又有一道天雷滚滚而下啦。忽然间我感觉到喺我丹田嗰度有隻虫仔喺度躝，将我喺濒临死亡嘅边缘一下子就躝返转头。相公，他会帮你的。我的耳仔边似乎听到杨飞鸿在讲嘢，说时迟那时快，最后一道天雷劈得嚟个身体之上，
而且是专门对着丹田劈落嚟嘅。跟住接二连三嘅凌厉攻势不断，黑龙遮中嘅小青龙同血葫芦中嘅白蛟龙一下冲咗出嚟，紧紧咁样缠堆我身上边，同我一起承担咗一道又一道嘅雷击。我忍住劇痛，不停咁样聚集力量，试图喺呢个倾盆大雨之中企起身。就喺呢阵，古甲道一个箭步冲咗上嚟，指住个天啊大嗌：有冇搞错啊？唔系话九道天雷咩？而家打咗起码成十几道啦！老天爷，你系咪黐咗线啊？古甲道呢一嗌都系提醒咗众人，劈落嚟嘅天雷啊，早就超过咗九道啦！忽然间，张佩锦一抹面上边嘅雨水，不顾一切咁样跳出阵法圈子，冲到我隔篱，双手打开挡喺我身上边。师弟，如果仲有天雷嘅说话，咁就连埋我一起劈死系啦！冇啊，于师姐，走啊，唔好理我啦。跟住，另外四位师姐都先后冲咗过嚟，将我围喺中间。方晚晴企喺最前边，仰天发出长笑，好似完全变咗个人咁样。陈老天，你该死！匿喺你背后嗰个所谓仙人更该死。佢咒骂住苍天嗰个样，犹如一把斗志激昂嘅宝剑。我心谂，啊，如果大师姐可以练气嘅说话，佢嘅天赋应该系我哋六个人之中最好嘅。以佢身负灵根嘅命格，如果喺当初同我哋同时修炼，话唔埋依家都唔使好似我咁要靠咩邪气就能够达到真龙境啦。方晚晴好疲危咁望实苍穹，而喺翻滚嘅云层之中，又出现咗一隻红到发紫嘅苍穹之眼。咩话？咁系我第一次见到两隻眼会同时出现，而且第二隻眼唔再系嗰种空虚冷漠，佢似乎变得非常凶残，充满住憎恨咁样盯实方晚晴。你第二隻出现嘅眼，绝对系冲住方晚晴而嚟嘅。但呢阵我竟已冇晒力啦，只能够口默默咁话：走啊，走啊！快啲将大仙姐拉走啊！方晚晴就拧转个头望实我，笑住话：凡事过往，皆是序章。从今以后，我方晚晴就要同呢个老天斗到底。你哋边个都唔好拉我扯，我倒系想试一试被雷劈嘅滋味。唉，我个心啊！真系急到十五十六咁样，呢阵真系随时仲会劈天雷落嚟㗎嘛。忽然间董少少好惊慌咁样对住我哋呢边嗌话：咁多位，九雷天劫唔一定就係话得九道天雷㗎，我听过最多嘅有九十九道咁多。若然个老天爷唔满意，係一定会将受劫嘅人劈到死为止嘅。你哋五位凡身肉胎嘅女子係撼动唔喐个苍天，苍天亦都唔会受你哋子弟之情所感动。你哋走吧啦，话唔埋呢一道劫难本嚟就係难以逃避㗎。听到呢度，我唔知喺边度涌出嚟一股力量，终于嗌得出声啦。走啊，你哋全部去阵外边，即刻唔好理我。九雷天劫原来唔系九道咁简单，睇嚟呢个贼老天真系狡猾绝情啊。本集经已播讲完毕，如果对我马鞍嘅风水秘术有何指教，欢迎你收藏、点赞以及留言。第413章意外的助力。就在危急的时候，董少少一跃而起，跳到屋顶之上现出原形，
散布出九条尾去遮住众人的头顶。你哋快啲退返去啦，呢一个局面唔係你哋咁夹硬嚟就可以解得开㗎。我望住五位师姐，心入边真係悲痛莫名。五位师姐依然唔肯离开，在场嘅人只有古甲道同董凤莲保持住足够嘅理智，喺阵法之外跌跌撞撞咁跑入嚟，想将佢哋五个拉走，之但係点劝都劝唔掂。师父，董阿姨，天道不公啊！方晚晴对住庄龙山一声叫喝，然后连同四位师姐齐齐跪低。忽然间，连另外一只苍穹之眼瞬间都变得猩红起身，凌厉嘅杀意充满住成个天。茅山四合中嘅茅下合望到呢个情形都叹话：唉，终究系人力无法胜天啊。茅春侠就话：我等四人应承过麻衣神手，会喺呢个重要关头帮助孟家小子。估唔到今日要失言于此，真系愧对祖师无言立于天地之间啊。三位兄弟，一旦孟安失败，我等势必杀上壮龙山，待完成佢心愿之后，当以剑自刎啊。另外三个人都齐齐齐咁话：理应如此。呢句话传过嚟，我心头一热，估唔到喺当今嘅风水玄门当中，仲系有真豪杰、真英雄㗎。呢个时候，九雷天劫竟已惊动咗玄门大会班风水师，四围陆陆续续咁布满咗围观嘅人。有人感到可惜，亦都有人拍手称赞，又有人担忧，如果我死咗，咁壮龙山仲有边个可以带队入去呢？而就喺呢阵，喺个天上高瞬间裂开一条罅隙，天眼震怒，成个天都喺度电闪雷鸣。一道带住金光嘅天雷出现，呢一道天雷比之前嗰啲仲要犀利几倍。咁以我而家嘅状态，一定会将我劈到云飞魄散嘅。我嘅耳仔边忽然响起咗喊声，呢一阵喊声并唔大，但系能够穿透滂沱大雨，完完全全咁样入到我耳仔入边。与此同时，我收喺衫袋入边嗰个红头巾飘咗出嚟，环绕喺上边嘅一团气息忽然变到空前咁强大。唔好伤我相公！喺同一时间，壮龙山嘅深处亦都传嚟一声冲天怒喝：唔好伤我个仔！跟住只见到两支金色长箭发出低沉嘅龙吟声，以极快嘅速度射向咗苍穹之上嘅两只眼。shit 咁两声，长箭就冲天破云，带住愤怒同期望直插云霄，滚咁样喺空中炸裂开嚟，炸到嗰啲翻滚嘅雷电瞬间消失，嗰两只猩红色嘅苍穹之眼亦都合埋之后消失唔见，跟住就落下漫天血雨，所有人都静晒，连同成个天地一下子万籁无声。呢一幕有如梦中嘅景象，又似系一场凄美而壮观嘅图画。娘亲，杨姑娘，我实在估唔到，原来阿娘董秀兰喺壮龙山留有后着，亦都估唔到杨飞鸿会有一缕元神落咗喺呢个红头巾上边。佢哋两个都喺冥冥之中咁保护紧我。喺漫天血雨落完之后，云层渐散，瞬间天空星光璀璨。师弟，所有嘢都结束啦。我听住方晚晴对我讲，凄然一笑，然后就不省人事啦。喺疲倦同痛苦嘅摧残之下，
我处于一个半昏迷的状态，似乎能够感受到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感觉到我身边有好多人在行紧，只但是我完全冇办法同外界交流，根本苏醒唔到。隐隐约约之中，我只见到大师姐方晚承受咗重伤，瞓喺床上边不停咁喺度发开口梦。我变得好轻，慢慢咁飘到咗圆门大会嘅上空，见到唔少嘅人喺度讨论紧啱先发生嘅事，有风水师喺度闹孟家霸占藏龙山机缘，又有啲人担心我成功挨过天劫之后，以后嘅圆门只怕冇安乐日子过啦。我好想落去同佢哋嘈返一场，但发现点样降落都降落唔到落地面。忽然一阵风吹过，将我吹到一处无比昏暗嘅空间入边。一条漆黑嘅道路，两边都系漆黑嘅棺材，成个地面画满晒诡异嘅符文，到处都显得分外咁阴森诡异。呢一种符文同我喺玄武湖底